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的王君安。王君安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师承尹桂芳，是尹派第五代嫡传弟子。他嗓音清新委婉，扮相俊雅挺秀，英武与清丽皆于一身，深受广大乐迷的喜爱，称为花中君子。盘妻缩妻是尹桂芳太先生的经典代表作之一，《盘妻缩妻》里面的《洞房悄悄》这一段，主要是描写相父之子梁玉书和小姐谢运霞的洞房之夜故事。这段唱腔是彩调，节奏比较抒情，下面由我来示范一下。洞房悄悄，今夜有夜，花作高堂，暖心灯，细细
起红巾诉风雨，几个字观众朋友们都要很注意的，特别是最后一句归谢娘子，这个感谢的谢啊，我们在这里是读谢而不是霞。老先生啊，他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对词啊非常的有研究，就比如说梁月书的话，这个谢字啊，他就读这个谢不是读霞，就读这个写这个音字呢，就比较感觉哎，对这个人物啊非常的贴切，真的很符合梁玉书那种谦谦君子啊，比较那种很含蓄的，所以这个字就是要读这个写啊，观众朋友们要记得。这段唱腔就是说有两句叫娘子的道白，这两个道白啊要念的，就第一句叫呢娘子，然后有点冲动的去叫，然后又想想哎呀觉得有点难为情，要含蓄一点，因为你梁玉书的性格就是这样子，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书卷气很足的一个小生形象，所以你的道白啊讲啊包括唱啊都要有含一点点的，所以他第一句叫娘子，他觉得哎呀自己不能这样说，要更含一点点，因为你不能太冲的去叫，太冲的去叫就怕得罪了娘子，所以第二句的娘子呢要叫得更秀气一点更含一点，比如说哎娘子就稍微低一点点含一点点，然后那个起调呢我下面示范一下，娘子娘子啊，为什么这个后面这个大的落腔呢？因为梁月书哎呀他也觉得有点点难为情了，所以啊是这样的情感。请问王老师，愁漫漫的漫怎么发音？啊，愁漫漫，漫到漫。
哎，现在后面你要懂得这个音的发音，也要这个转腔也要转好啊。催妈妈，后面那个转腔要转好啊。妈妈，催妈妈，催妈妈，这个转腔啊，一定要转到家，要好听。然后沈墨书的，哎呀，梁月书他是很无奈，因为得了相思病了嘛，一直去求亲，遭到拒绝。然后他在家里就因为想念谢云霞，然后得了相思病一样，所以自己想想也是觉得，哎，这位妈妈很好笑，就是有一种啊，后面那个转腔，所以一定要转到家。催妈妈，啊，王老师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个问题，就是咱们这个洞房呀，开场的动作还有眼神比较难表演到位，嗯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机会非常难得，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？行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好的。这个我印象深极了，这个想到这个眼神啊，这个那种感觉，我就想到我老师尹桂芳了。因为我排这个戏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嘛，所以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，就是他就是跟我这么说，哎，头是这样低着的，然后用眼角从台的那头慢慢去看，是不是那些闹洞房子都走了，因为可以看到脚的嘛，是不是，所以他们都走了吗，然后就慢慢就是很害羞的看，从台面慢慢这样看过去，哎，看到谢云霞的脚了，是不是，看到谢云霞的脚，然后慢慢这样看上去，看到他了，哎呀，我终于娶到他了，然后就是很会心的很开心的一笑，然后就这样站起来唱这段洞房悄悄静悠悠。所以这个开场啊，这个表情，这个内心世界啊，那个眼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哎。那么现在由我们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的小学员来示范几个动作。羞涩的感觉还是挺好，还是有的啊，但是你现在呢还是也有这方面的缺点，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够放出来，唱要放出来，你太含在里面了，所以尽量要放出来这段唱腔，比如说你那个三五苏三，你把这个字啊要放出去给观众听得到，
你不要都收在里面了。我以前也跟你讲过这个问题的啊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要音要一个字一个字要念给观众听，要唱给观众听，要放出去啊，不要太含在里面。然后那个动作，夜堆冷月是不是？这个头呢不要太平，那么观众也要记得啊，因为月亮肯定是在高的地方的嘛，天空上面高的地方，那是于我们做戏曲动作，那当然也不能太高是吧，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也不能太平视，要稍微斜一点高一点，眼神要往高一点点啊。然后也得冷月恨悠悠，恨悠悠也是很无奈的那种感觉，这个水袖花出去的时候要控制一点啊，这个力度啊要控制住，就像好像就像气功一样的哦，你要一根绳子啊要连在那儿，你虽然这个水袖花出去了，但是你这个那种感觉那种气啊还是连在那儿的，然后再一收，这个动作都要做得含一点点啊，然后这样水袖这样兜起来好不好。要不我们现在请现场的观众也上来一位，一起跟我们这位芳华的小学员一起表演一下好不好。三五四方随妈妈接待冷月观众呢，你表演的这个动这个台步动作啊太散了，上去走路啊也不能身子这样摇的，千万不能摇啊，你一摇的话哎这个梁月书那种感觉都没了，被你摇掉了。哎，人要很稳重的，因为这个人物本身自己就是非常的有素质的一个人，很有修养的，所以你不能把上身动来动去，不能动啊。所以你比如说走上去也要控制住的，然后做动作也是要圆的。戏曲动作啊，就是观众台下的观众也要记得，做任何动作在台上啊都是圆的，一定要把握一个尺度圆。另外就是最后那句一病相似是吧，这个是很有讲究的，这个唱跟这个做啊，这个那个内心世界是一定要很注意。梁玉书这个人物刚才我也一再强调，他是一个比较很修饰的一个青年男子，就讲到自己得了相思病啊，所以想想自己又觉得很难为情，所以这个脱腔呢就是恰到好处的，一病相思得了的名记一样啊，岁我很难为情啊，我得了相思病啊，就是这种感觉跟这个唱腔你一定要吻合在一起，这样才会生动，观众看起来就很生动了是不是。那么下面我们请现场的一位观众来唱盘七索七洞房的下半段。好容易盼得菩提娘子孙，洒作了真心鸳鸯盆，清澈同往曾不清，花到如今永不真的唱的挺有韵味的，也挺好的，我觉得也挺有情的啊！你唱的非常不错，就是后面啊，你要把握这个气息，这个气息很重要。比如说你这一句“花到如今永”。
面这个气啊要吸足了啊，一定要吸足，你不吸足的话后面那个拖腔你就没气了。你要不要后面这一句你再清唱一下？花草月季吸气，哎，永不曾太馊了，后面那个你有点那种感觉，呵呵呵呵，就这种感觉了哈。你不要太，不要那种感觉。那个吸气当然很，但是这个音啊，这个弦，这个腔还是要把它唱出来，这个韵味还是要唱出来啊。花草月季，这里要吸气，吸足了啊。永不曾，这就是所谓的字正要腔圆。哎，那你刚才说吼吼吼吼这样就不好听了啊，那你回去再听一听，再练一练啊，我相信你肯定会越唱越好的啊。哎，谢谢。我代表今天到场的和没有到场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军迷们，祝您快乐、健康、美丽，永远绽放舞台的青春魅力。哎，谢谢。我今天真是非常的高兴哈，关心我的、支持我的戏迷们呢，送了我这么漂亮的一束鲜花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祝福各位，就是说关心我的朋友们、戏迷们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天天快乐。好，那么现在在交唱结束之前呢，我还是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个大合唱。好不容易。